今年这个疫情的时候啊，在家 lockdown 的时候在家无聊，所以就把这个前花园给挖起来，把草给挖了以后，然后全种成菜，在家待得太无聊了。现在这个西红柿结了好多、哦，这个才是纯天然的呢。然后折根，纯天然的哦。扁豆已经在开花了，很快就要结了。然后这一个南瓜是秋，已经立秋以后结的，可能就长不大了。这两个是立秋之前结的，还可以。然后四季豆都吃了好几次了。那边还有个大南瓜，好大哦。今年真的是大丰收哦，收获不错哎。这个西红柿烂掉了，没来得及摘，早就应该摘了，没来。